你妈！救我！我是一名催眠师，在我的世界里，没有什么是做不到。失眠是吧？听着这根项链，想象你身处在柔软，现在是不是有一丝困难？盯着这块怀表，现在呢？看来你病得比较严重啊！困了吗？我是一名催眠师，在我的世界里，没有什么做不到。东西带了没？带了。那你过来找我吧。不行，我从来不跟买家见面，这是规矩。你不过来，我可就生气了。生气了。那好吧，今天晚上就不让你睡觉了。你肯定不是买家，说你到底是谁？喂，媳妇儿，这不啥人都给我打岔，我处理。不好意思，搞错了，啥也没有。可爱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太难了。最近我压力很大。游泳健身了解先生，办张卡呀。不办。办卡好难啊。你为什么不试着叫我一声靓仔呢？靓仔，办张卡呀。不办。哎呦我的妈！笑场地。哎，森，靓仔，靓仔，什么事儿？靓仔，七夕到了，买朵花呗。买花干什么？买花送女朋友啦。说人真会做事。说吧，买几朵花送给女朋友？你的伞是不是忘在公交车上了？哦，谢谢啊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是我的伞，你的伞还在公交车上。你的伞还在公交车上。真是的，什么便宜就占。叱咤风云，我任意闯，万众仰望。代号 W。你就是传说中的小瘦猴。总算见到你。少废话，赶快带我去见变色龙。我们对你还不是很信任，所以得罪你。你真的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太是广场了，下车。